穿着丁字裤跪趴在地上不停抖动臀部，或是开腿揉胸摸下体，因大跳火辣性感的开衣舞爆红的韩国女团 Stella， 虽然曾被批评羞耻无下限，但他们每次回归的尺度是一次比一次还要大胆，也总能成功引发热议。在网络上发起募款活动，向歌迷喊话，必须募得1000万韩元，也就是约28万台币，才可以发行专辑。最后在粉丝争相筹钱力挺偶像的情况之下，只花了短短3天的时间就超过目标金额，总共有162人捐款，共募得1398万韩币。而且除了韩国粉丝之外，还有美国、中国、欧洲等地的粉丝跨海应援。 Stella 的经纪公司表示，到时会送上亲笔签名，答谢各位歌迷的支持。耶稣乐宣中心特别报道。